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2馬來西亞地區獲提名最喜愛 TVB 電視劇集《食腦喪 B》。你冇心睇，簡單嚟講，楊光已經死咗，應該係香港開埠以嚟第一隻喪屍。我打你個頭啊！鹽尾眼啊！咬你屁股鹽尾叉！自從黐住喪 B 就可以瞓到八粒鐘，係愛情嘅魔力，發揮想像力，展現超能力，立即投票投選你嘅最愛啦！